高雄市是以共同分担痛苦、共同承担苦难这样的心情，那么来建这个组合屋。那我们在建这个组合屋的过程，我们以在高雄市自己在建组合屋。 那么刚才我看了两间哈，一号这房先生哈，而且我那个哦，两间一共就欢喜，哦，就欢喜了，一个就欢喜了，在这里是不是？站起来，我应该跟一个站。谢谢。大道，不介意哦。总共七八七十一间，那十二平的有一百六十间，那十点五平的有十一间，那我们这边进在呢。 起云哦，隆重关哦，五亿两千万呢。哦，这就关心没有，当然我们会有一部分还要提供给台中县啊，台中县，都是镇的县民，市的镇民呢，给关心卡点哈，大家加油哈，赶快恢复你们健康啊，幸福的生活。首先我要再度感谢高雄市政府。 那么市市的提供台中县政府，那么以及我们各位灾区哦，东势镇公所啊，那么辖管的这个灾区啊，那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贴心的服务，本来是四面八方的这些温暖，让我们能够度过这样的一个寒冬。希望我们有信心把东势重新建立起来，好，别来当戏哈、哦。那么咱拍断手骨，点到用了哈，希望讲当戏会更加好哈、哦。多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是那个高雄市政府呢，捐赠我们。 东势灾区啊，有渔村组合屋的典礼，镇长因为刚好很巧呢，在那个和平公园有一个法会的仪式，没有办法赶过来参加，由本人来代理。谢谢市长。以后规划的那个市政新市政的再造，我们希望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我们能够看到美好的未来。 我们希望说，我们东势的乡亲有栖身的地方之后呢，要自立自强，要自治人住。感谢高雄市政府对我们的关爱。九二一大地震，震毁了我们的家园，房屋全倒。
家具全毁，市政府就着手规划在县市搭建组合屋，第一期完成79户。幸运的我们，欢喜的住新居，我们除了感激，更要以这里做基础，守望相助，互相勉励。最后，仅代表高雄友谊村所有住户再次说声谢谢。心里非常难过的时候呢，从电视上看到我们从高雄市市政府出发的医疗队、车队，还有运输的这个卡车，我觉得心里很感动。那我们一群朋友曾经来到这里，我们高雄的友谊会陪着大家走过未来的日子，会这个友谊会永远存在。谢谢大家。今天能够住进友谊屋的乡亲们是比较幸福的，比较幸运的。我是希望地震赶快的走，第二个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乡亲赶快的住在这个温馨的家园之后，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赶快的回到工作岗位去。也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对我们的这片温馨啊，这片爱心。也祝福在场的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给他叫一下那个时间到。我们请东市镇的张镇长。台中县的土地上，但是都是这么亲切的同胞，谈一下你的感受。对，这个今天天气变冷哈，让我们这个有一点的这种感触哈。这个组合早一点完成，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温暖。那刚才我看有好几户住进来的，他们都非常高兴哈，那小孩子都玩得很快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这种温暖跟成就感。我觉得这个不是高雄市政府的力量也相当有限，我们就是说我们希望台湾每一个人，那么大家呢也把这个灾难当作大家共同的灾难，共同来分担，共同来承担。我想东市镇民啊，或者是台中县的这一次九二一震灾的这个灾民包括县政府本身都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在台中县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灾变之后，适时的伸出援手，我想这是一个超越行政区域的一个爱跟关怀，这也是一个把同胞的一个大爱。我们非常感谢谢市长及他的一个事务团队，我们会珍惜这一份感情，让高雄市以及台中县的这个友谊长存。谢谢。对啊，市长，谢谢。向国军致上最高的敬意。
重建成果报告，恭请东势分区指挥官萧将军报告。全国各界、办各慈善单位、各社工团体也都陆陆续续投入救灾的工作。我们国军只是这一次救灾的一员，今天在这里代表大家，把今天救灾告一段落的成果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移交张镇长。致送慰问金，请县长来致送给我们的国军官兵慰问金。谢谢县长的关怀。各位乡亲、各位长官，我们都知道东势镇这次可以说在全国灾区是最严重的一个单位。我们虽然说投入了很多的心力，那县长对我们官兵的关怀以及照顾，我们非常感激。但是我们全体的官兵都乐意将这个给我们的加菜金，我们给它捐出来，给地方上作为灾后重建的一个基金。这样我们向我们的官兵。一样将这十万块加上金给张镇长，给协助地方重建，谢谢。台中县团管部由李司令李立忠上校司令来代表接政。我们谢谢台中县团管部的调派重型机械车辆的支援。接下来致送给陆战队652团，由我们团长张建新张上校来代表接政。我们十分感谢陆战队全体的军官士兵，这一次一日陆战队是满布的我们东势所有的各个角落。接下来致赠武山工兵群，由指挥官杨全富上校来代表接政。谢谢武山工兵群全体官士兵。联勤化机场由林志成，丰原宪兵队由甘信明以上部队的代表来代表我们，我们政务所感谢状由他们来代表接受。